我曾经试过无数次，试着想接近圣火渊，可是从来就没有成功过。这是火族独有的结界，火翼周身都是。火翼的诸火封印有弱点，圣火渊可没有弱点。是啊，你们俩说的都没有错。如果不把它移开， 就算是把冰木修好了，还会重新融化的。可是，如何能把这圣火渊移开呢？你们俩有何建议？父王，现在我没有了幻术，说不定圣火渊不会排斥我。不行，你一点神力都没有，怎么可以接近圣火渊？ 不是，小心！是王子，请将圣火源放在这里。 你怎么这么鲁莽吗？你不是也一样鲁莽吗？是已经向大家证明了他自己的能力。王，现在您终于可以选他做您的继承者了吧？是。 你的确是建了奇功，但是我说过了，想成为冰王，还需要重建冰木。可是六叶冰晶已经消失了，是他怎么可能重建冰木呢？跟我来。 好了，终于下大雪了。下了这么大的雪，冰木还重建不起来吗？冰雪会消融，但是我们冰木永远都不会消融，是因为当中孕育着我们祖先舍弥的灵力和血液。 是由冰河所生，父王是想拿冰河来培养出新的六叶冰晶。没错，少则千年，多则万年，六叶冰晶一定会培养成，重建我们的冰木。王，您的意思是，下一任冰王要等到千年以后才决定吗？要等千年，哼。
那我们士岂不是胜之不武了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，最多十日之内。卡索，是。你们两个人，任何一位，能为重建六叶冰晶培养出冰河，我就把王位给他。父王，那每一片雪的冰河都可以拿来培养吗？没错，任何一片，但是前提是他必须拥有我们冰族最纯正的血统。卡索，是。